大家好，中秋節晚有我周則源陪你睇天氣。我哋今日係受到股東北季候風所影響嘅，今日成日都係吹住一啲嘅偏東風。晏晝嗰陣時咧，望上去個天嗰度咧，見到咧成天都係雲嘅，咁係仲落咗啲嘅驟雨。如果我哋透過大範圍嘅衛星影像，可以見到咧，而家咧正係有一大片嘅雲層咧，係覆蓋住廣東嘅沿岸地區。咁而同佢相關嘅驟雨咧，而家咧亦都係影響住廣東沿岸嘅。嗱喺中午時分嘅驟雨咧，就為九龍啦、荃灣同埋葵青區咧係帶嚟超過10毫米嘅雨量。嗱，如果今晚同埋聽日詳細嘅預測咧就會係大致多雲，間中係會有驟雨，初時局部地區係會有雷暴。聽日晏晝咧，部分時間會係天色明朗嘅，而氣温咧就係介乎25至29度之間。嗱，風方面咧就係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東風，初時離岸係間中吹強風。嗱，咁我哋今晚咧大部分時間咧都會係多雲嘅，咁有機會影響上月，而且咧我哋亦都係預計會有啲嘅驟雨，咁大家出街咧就記得要帶翻把遮啦。再看看電腦對於未來幾日的預測，在週末期間高空的反氣旋就會逐漸增強，我們預計我們這一區的天色也會逐漸好轉。最後就看看白日的預測，我們指望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。今晚和你看到這裡，中秋節快樂。